今天发生的一切统统不要忘记。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啊，已经从腰部这边被截成两半。案发现场发现尸体的样子跟23年前的个案子一模一样。用过这个手法的人都死了。23年前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。新传媒的朋友你们好，记得锁定 Me Watch GHBO Go Trinity of Shadows 第三部局沉沙火。